九局下半，两好三坏仍然出局满球数，现在比数6-3，蓝队暂时领先。不过满垒，红队还是有机会赢的。尤其对投手林成祥来说，这是他高中生涯的最后一场比赛，对他来说意义重大。我觉得郭宏志教练对林成祥蓝应该还是很信任，会让他投完这一局。投手准备好了。快机了，陈翔，陈翔过来，严陈翔。熟悉一份温柔，陪伴过了好久。你当时的沉默，我比谁都懂，却不知所措。我们笑过哭过，真的努力爱过。你如果不快乐，那就别再逞强爱我。是一个球队的经理，你懂什么？对你来说是输了一场比赛，对我来说是输了整个人生。怎么能让你越爱越折磨？怎么能让爱越难越退缩？是我放你在角落，安静陪伴不成熟的我。给你最纯粹的笑容，回不去的。当你怎么说，我放开手，让你走远登记的官，车子就开出去了，帮我收一下。
我就住在上面，我老板对我很好。我把你的人生烧坏了。怎么能忘了我犯下的错？怎么能伤你伤得那么重？放任爱慢慢坠落，直到放弃被宠坏的我，好想给你最纯粹的笑容，回不去了。当你怎么说，多不堪的内疚。走远了。